如果设备排水沟改善工程，长江典礼由主办馆馆长苏志芬、甲陪审馆馆长张胜雄，甲各位来宾共同虔诚，并且献上圣乐，国圣爷、万岁爷公以及众神祭祖，保庇咱工程顺利圆满，一拜。再拜，三拜。今天是石鼓国小吼，啊，咱下骹吼，啊，这个校园后壁面的像一条水沟用未通啊吼，啊，过去呐落大雨的时阵吼，用这条水沟未通的时候，拢倒积啦吼，啊，倒积影响到咱的石鼓国小吼，啊，校园内底啊，淹水淹到较严重，啊，所以这么这条水沟的时候，啊，咱这么就一定吼要来动工啊，要来做吼，安尼啊，会当解决到这淹水的问题啦。我花在好在李主六，还有我们的。